我们后疫情时代之人心的扭转，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。什么钱呢，外在这些，甚至包括身体说的这个健康，都是通过你这个心来起作用。你说又开始这一套了，实际上你这个身体的疼痛刺激这个神经，导致你这个意识感觉到很难过啊，都是最终传导了你这个心神相连的。你外在的那些东西也是自我感觉的怎么样，通过你内在的起作用。所以真正的健康，真正的快乐，都是源自于内心的。这三年一来啊，人心惶惶，事后到2019年到现在还没结束。所以谈感冒色变，这是很可悲的事。这是个感冒啊，现在连农村人都怕了，都开始不懂了，受这些所谓专家，所谓这个社会人传人呢，这个的影响实在太大了。这个嘴呀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啊，全都是这些搞出来的。那最主要的根本呢，还是你这个脑筋不清晰，还是你对身体真正人体自我这个小宇宙啊不甚了解，全是听现在所谓西方怎么又解剖了的啊，就认为他们什么都看到了，他们看到的有形的这些都是外在的，反而看不到的这些是主宰。所以我们老师讲玄学，这些根本的一些变化，其实根本的根本还是在你那个心啊。正常人正常生活没什么大不了，那病了稍微调一调，心态好一点就够了，至少能占到70%，甚至出奇迹的这些人能占到80-90%，100%你就成道了，那阳神出来了。与此同时呢，啊，我们安下心来，不管穷过啊，好过赖过都是过，但是内心这个才叫真正的好。你得搞清楚这个，叫本末倒置，道过为阴啊，阴阳颠倒，五行错乱，道凡天罡，阴盛阳衰。现在时代社会就是大概这个现象。哼，我们关于离火运再说啊，什么女人上来了怎么样的，物质金钱占领高地之后怎么样的，历史上女人当道之后是怎么样的，家里女人当道之后怎么样，我们再说。那也不准备再延伸了，就说这个瘟疫到底什么时候结束。我们曾经学中医五运六气的时候啊，大概推算过，其实不是我们推算了啊，这个自然规律了，我们只是发现的，而且古人早有言在先，人家早就总结了，几千年前就这个历史庚子大周期，就这三年自然灾，再往三年，再往60年前这个庚子前后啊，自然灾害、饥荒，再往之前说人类的灾，有天灾有人祸啊，这个八国联军啊，再往前鸦片战争，因为他就这么邪，他这种磁场导致你这个人他会这么想，这个事儿会这么干。你可想，我们人也是由这个阴阳五行所炼化凝聚而成。话不多说，说这个什么生于冬至，长于什么望于大寒了，这个衰于惊蛰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真正结束还是要到明年甲辰年。看今年好似没有了，这不又出来了。曾经我们推算过，如果你这个节推到年上，就是这几年。